なぜたくさんこのように、猿が掘ってあるかといいますと、中国では馬の病気は猿が治す、この中に入った馬が健康で長生きを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たくさん猿を掘ってあるんです。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的建筑物呢，是在这里边非常非常有人气、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物。那么我们看什么呢？就看那个房檐的下边呢，有很多只猴子。这些猴子呢，都是各种各样的知识、各种各样的联盟。在这个地方呢，是以前养的是大将军的马。那么呢，在我们中国可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猴能驷马"，好像是吧？所以就为了保持，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那个马呢能够健康的成长呢，就在这儿在马棚的上面呢，就是把这些猴建了很多猴子，就祈求这些猴子能够保佑这只马，就能够保佑马的健康，这个意思。然后之后建的这个有猴子的这个马棚。
これまた開けてなんか上上がれ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屋根が見えるから。